check out 俾大家睇下個 room tour。一入嚟就係咁樣，一條走廊，一個獨立嘅廁格，然後佢係冇抽氣扇嘅。隔離就係沖涼嘅地方，有個浴缸啦，但冇用佢。毛巾嗰啲佢每日都會換。呢個風筒有啲廢，佢成日吹吹下就覺得過熱。入嚟聽。簡單的一個吧台，雪櫃入面啲嘢唔知使唔使俾錢，一個夾萬仔，呢個就係衣櫃，床一張，有盞燈，夜晚好暗得，因為得翻呢盞燈。sofa 台，插電嘅話咧，佢都幾好嘅，係有 USB 頭。望對面係麥居，就係咁樣啦。呢一個房間冇提供任何下牙刷啦、牙膏、刷數嘅，呢一啲全部都要另外自己再買。下五分鐘都有一個超市都可以買到曬所有呢啲嘢嘅。呢一度嘅職員真係超好人，係超好人。另一個職員其實係等緊一個機場嘅機，有任何消息嘅話，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行翻酒店途中咧，就見到個職員衝咗出嚟，就心諗啊，發生咩事咧？原來佢係喺度揾緊我哋，佢收到呢一個機場嘅電話，然後佢就即刻衝出酒店門口。呢一個佢唔知道我哋去咗邊嘅情況下，都衝出嚟揾我哋，佢真係好盡力咁樣去幫我哋。有一個職員咧，佢係講中文嘅，我都好推介。嗯，唔錯嘅體驗。今日嚟咗呢一個區就比較舊啲，有一種深水埗嘅感覺。今日就要去睇下紅磨坊個門口，又有啦，好似澳門啊呢度。想要去行呢條萬里長梯，突然間又覺得好香港。嗌咗熱朱古力，嗌咗杯 coffee， 嗌咗个三文鱼嘅 brunch， 仲有一个 bacon 嘅 brunch， 好好食咁啊！我要开餐啊！好食，拜拜。巴黎圣心大教堂是北部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走了这么多楼梯才上到来。在这个教堂的旁边，即是手信街这样的地方，这里有很多漫画卖明信片的地方，是很难不中这些游客陷阱，实在太靓啦，一定要买回去。是一个可以俯瞰温哥华的地方。走到过来另一边，堆艺术家在画画，画家将自己的画摆出来，档口都是有不同的风，喜歡的就可以買回去的啦。紅馬高地，這些古董車車是可以租的，司機還會幫你們拍照，好像挺有趣。呢兩間咖啡靚咯，你係一落嚟就會見到，佢哋係競爭關係定係相愛嘅關係咧？佢哋中間有個縫縫。愛場，愛場，知道啦，好多人，好多人。日頭嘅紅磨坊冇咩特別，夜晚著曬燈應該會好睇啲。叫做到此一遊，打個卡啦。講啦，好講啦，我哋而家準備去霍格華茲翻學啦。兩個鐘後就會到倫敦了，拜拜。咦，好開心啊！成功用信用卡搭到地鐵，哇，咁好方便，生紅卡都唔使買。你兩個又在幹什麼？就喺度，倫敦眼本人 ，AIA 本人 ，Hello，AIA。巴黎第一餐，唔係，係倫敦第一餐，仲喺巴黎。Chicken plate， 早晨啊，伦敦，果然符合我嘅预期，系冇阳光嘅。好啦，预咗先系。Hi Ben， 大家睇住呢个横切面嘅 London Eye 先，啾，揈过嚟就系呢一个嘅大笨 Ben， 呢个就系英国嘅第一日啦。今天好冻，红色嘅双层巴士啊，然后 AIA 嘅正面，翻咗中环。哇，到咗啦。哈哈哈我街邊人手一杯，是不是 Tim Horton 的概念呢？嗌咗杯 Three Mocha， 啊，可以啊！地鐵站，究竟發生咗咩事啊 ？Agent Ryan， 我哋跟住去啦。OK， 咁樣影出嚟咧，應該又幾靚。
到咗 Oxford Street 呢啲红砖建筑，先至系我印象中嘅英国冒险云。嚟专门店，劲多唔同嘅铺头，我真系唔系好想 shopping， 但我箧仲未到，多谢 Air France。买咗鞋鞋，哒哒哒哒，好正，好靓啊！呢条街都几靓，又靓又好行。买个冬栗，以前香港十蚊，都要25蚊。以前香港卖10蚊一粒，咁平咩？都好耐啦，10年前。好有趣啊！谂住去 SOHO 食夜晚饭，地铁站一出嚟就见到呢、一个360度俾大家睇下先。好肚饿啦，重头戏啊！龙虾、沙律、脆薯卷、lobster roll， 好大啖啊！夜晚条街都几靓，当红当当当当，新春快乐！新年过咗几耐啊？仲挂紧嘅，点解可以？烏冬，我以為佢叫烏冬啦，一開始以為佢叫烏冬，然後咧望下烏冬，哎呀，原來叫烏葉喎。夜晚嘅倫敦好熱鬧啊，又令到我有少少改觀啊。你讲咩啊，多美？我唔识听啊！我个膝口好痛，我哋唔好再揿。我唔识听啊！唔好再揿啦，好痛啊！买咗支水，咁大支，个2英镑。London Eye is falling down。好无聊啊！呢条片冇乜好睇。中环海旁睇，大家差唔多样嘅啫。Big Bang，Big Bang。